见你，清风笑远灯两盏，梦醒时分谁又轻叹苦短，眼前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猜，相依望湖水。 甘愿沉默不知返，水中月色谁惜？如身一尊塔，长夜太寂寥，有你方可度彼岸。无所求，为你，恐怕斩断囚笼，只剩心。 生命没有存在的理由，可是你还有存在的理由啊！不是生命，是行止，是你。你难道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吗？我唯一活下去。
这个时候你还看得出这是我的笑吗？那你别笑一笑。去找那束光。天道终于承认了你是神的身份，终究让你化成了天地间的一道神迹，与万物同在，将天地都收。我再也无法遇见你。君已然归天，神识不在，他的身体也不能随意留在下界。历代神君归天，都是以三昧真火将其度化无形，请将行止神君交于我吧。不行，神君尊帖一定要以三昧真火火化，方能保世间周全。他在世，我誓誓要他保三界周全，护天下苍生，
如今他死了，你们竟连他的尸骨也不放过。若有本事，便从本王手中抢过去吧。 必丧王一起，您平日里极尊重神君，为何不在这时候再给他一份尊重和宽容呢？芙蓉，求皇爷爷开恩，望天君开恩。 再也没有人用神的身份来禁锢你。血素天地，别一散成狂。 雄光如画，映一城的希望。历经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墨似幻。轻落红尘，便一念成光。再多缠绵，铸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情爱恨铭刻入骨的脸。 辜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再割负誓约。轻锁明烛孤雨声的剑，断却连宿凛冽的界限。星辰潋滟，山河共剑如初烟。 一层的希望，历经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梦似幻。轻落红尘，别一念成妄。再多缠绵，铸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情爱恨铭刻入骨的脸，辜负这一趟世间的缘。
如初言。如何？如初言。千金呐，您是没见过我们王爷是怎么练兵的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回头您得跟着一起练。本仙君也得练。身先士卒嘛，没听过？哼，看来你们仙界过得还是太舒服了。哎，不是，这还不行。多谢灵尊遣来将领，助我仙界整顿军纪。天君客气，灵界才要多谢仙界送来的灵石，灵界才恢复得这么快，还是要感谢天君雪中送炭。哎，三界本是同源，不分你我。灵尊平时可有什么爱好？我也喜练兵。
是是是。碧苍茫，近来可好啊？他也算是渐渐走出来了。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怎么玩？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可好玩了！你就每天这么揉它，越揉越亮，越揉越亮。这样，玲子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有什么意思？怎么就这样摸是吗？就摸它，越摸越光滑。这哪有带兵打仗有意思？哎，这比打仗有意思，就摸着它，俗称叫盘。我有的是啊，我有一这么大，有这么大，我都趴着盘呢，趴着盘，趴着盘。那你也太无聊了，我天天带兵打仗，我都没时间盘。带兵打仗都没劲，有劲，没劲。看这书啊，是幽兰的姐妹们写的，我和幽兰亲自指导的。这上面呢，详细了记录了你们的故事经过。这以后啊，就是你和神君的事迹综合录。一经面世，洛阳纸贵。我好不容易才藏了一册，给你了。你啊，哪天要是想神君了，就翻出来看看，免得给忘了。不会忘的，都记得。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仙林两界都重修于好了，你还没走出来啊？我为什么要走出去啊？仙君近来很闲，还有空管我的闲事？你皇爷爷放了军权给你，让你去平定北海之乱，你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听你数落。沈烈，沈烈，嗯，你说，要是回到最开始，你没有逃婚，老老实实的跟我成亲了，你现在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难受了？肯定不会。第一，我现在不难受；第二，你这个悠闲日子真的是过得太久了。这种不要命的假设你也敢提？知道了，跟你做兄弟比做夫妻轻松，是我留下了，你慢慢看吧，走了。因为醋意只婚芙蓉君。这日子过得真快，又快一年了。世事更迭，时光如梭。
后方有你。又偷懒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你才胖呢！你人家每一个好东西，每一个好东西。走了，好好照顾你家主子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，讨厌鬼。你走之后，三界依旧，你的痕迹一直都在，但又似乎越来越少。会不会有哪一天，我也终将把你遗忘？君写了本书送给我们，我念给你听吧。朝夕如此刻相识无声抵过轻烟，此一世唯与你才算做成全。每一回梦你在身边，像静默于眼中眷恋，难冷却再浮现不变。沦陷，一如你坚决，执手只剩半执念，不问期限。天地莫不解风情，似与境与无止境，或离去谁苦等重拾归期，再盼朝夕。如此刻相识无声抵过千言，此一世为与你才
再三做成全。每一回眸你在身边，像寂寞与眼中眷恋，难冷却才浮现不变。时迟那时快，星指神君横空而出，抵挡瘴气，横扫魑魅。哇，你怎么来的？然后遇见碧苍王。这颜色适合你。这个，那我就买这个吧。好嘞。很好，慢走啊。哎，真是调皮。谢谢啊。你的东西。回去主持大局，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你如今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仙人，可他们偏就不听。下次再来，我去应付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已经将我的枪寄出去了，回头我再跟芙蓉君打声招呼，定没人再敢来这行云小院。好，阿丽，嗯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如何回来的。难道你不好奇吗？好奇啊，可我不敢问。为何呢？要是我问了，发现这是梦一场，我该怎么办？从那之后，仙界西院当中，上古神的灵位还有金光吗？我去打扫过，没有了。难道是我的那些老朋友们用他们最后的力量从天道手中留下了我，经历了生死才知道天道创神为何会让上古神以人的形态存在？为何？因为天道就是为了让上古神犯错，令神性消解，使人性发生，神明的消失变成了天意。我肯定不如从前那般厉害了，你不嫌弃吗？我不嫌弃啊，我当初爱上的不过就是一个病弱的凡人，
只不过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原点。因为第二个愿望需要花很久的时间。